大家眼中的容祖儿亦都是一个大忙人，在这一出席活动的时候跟记者讲下，原来飞来飞去经常住酒店都有很多辛酸史的。试过瞓喺地下，系啊，喷红，系啊，做咩污糟？即系硬啲系嘛？硬啲，因为我腰骨好渣啊，系啊，咁同埋有一日其实都唔知点诶，佢之前喺门口写低咗会有15分钟停电嘅，点解我睇睇下先停咗电，跟住好惊，咁所以其实喺外地好多时候都会有一种好思乡嘅感觉咯，但系你喺香港嘅时候，你又恨。將自己的作品啊、電影啊、唱片啊，多啲去唔同嘅地方做宣傳。咁又係，一年365日都要走嚟走去，不如咁咧，同公司請個長假嘛。我其實有諗過，不如申請即一個月嗰啲啦，即回一回氣，因為下年又可能會開演唱會，咁都係時候可以吸收一下啲新鮮空氣同埋新鮮嘅舞蹈。咁即係打啊！唔係等咗好一個月㗎。上年都試咗放兩個月，今年我自動減半俾佢喎。好嘢啊！好叻啊！你先，而家申請定就差唔多啦。